我和许攸宁是同学，上学的时候关系还算不错，你没有必要怀疑我的踪迹。而且坦率讲，你现在官司缠身，身负巨债，也没有什么好叫人骗的。你们家里应该有什么东西被人惦记着，所以他们才不计风险、屡次三番的跑到你们家里来找。 许攸宁有没有给你留下过什么特殊的东西？你再仔细想想。我拼命去证明。 阮真真失踪了，啥？家里没人，车不见了，打电话也打不通。老大，你是不是有点过于紧张了？联系你以前那些朋友，看看有没有人找他麻烦。